来约克的第二天，来英国的第三天，现在我们要准备早饭。今天下午准备去哪里来着？Scarborough。对，我们要去斯嘎伯罗特，就是一个在海边的一个小镇。我跟你说，我们这个民宿很神奇，它的地是斜的，就是人就老要往这边走，然后还有就是窗外就是墓地。我们的早餐，我们有司空、沙拉、肠子和鸡蛋，还不错，还有酸奶，还有饮料，自己做的哦。我们现在出发啦！今天的行程是先去盐烧，然后再去惠特比，最后就去那叫什么 Scarborough。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海边行程，约克的附近哦，开车就差不多一个小时，戈东。哎，我们到盐烧啦，这就是海边小镇，那边就是海边。现在我们在这儿搞充电的什么充电线，在这儿充电要下个 app， 很麻烦，要搞一会儿去了。就是这种不是超充的话，就是要自己自带的这根线，然后你要下一个 app， 那这 app 必须英国的账号才能注册，所以说我们还要切换一个英国的账号进去，然后把这个 app 给下下来，然后才能绑信用卡，然后才能充电。哇哦，真的好冷。就是盐烧城最有名的那个火车景点，然后这底下有个码头。哇，好冷。盐烧城就 Southburn 是英国东北部这边非常有名的度假胜地，你看现在就很多人在那冲浪。突然感觉好冷，我都穿了羽绒服。那这边的人还是在这冲浪，太美了。好，盐烧这个城很小，就里面有一个教堂，然后就海边没落，所以我们打算就在这儿逛个一个半小时。好吧，那走那边，这边看上去不错。哦，这是他们的小集市，卖一些有的没的，还有鞋子。啊，好像是二手集市，你看那个鞋子才2块钱。哈哈，只是这些。哦，对，这房子，看这些好多都是卖二手货。这还有，他们说还能卖长肉肉，这么冷。还是可以卖肉肉的，卖花儿。买包包，看这有这个油桶，哦，还给他穿了衣服呢，好可爱。我们现在漫步在这个小镇里面，好冷，全是刮的大风。你看，我们俩把围巾围成一个。这小镇里面都没有什么人，很小一个镇子，但是很多老人。因为年轻人都去上班了。对，今天星期一。哦，这个教堂很好看。我们每个镇里面都有一个教堂，我们要过马路。过马路，这上面写的这个教堂东边的有个窗户是专门纪念一战死去的人们。走吧。灰一半蓝，大海颜色也很神奇。看这儿旧城墙，看吧。哦，对。哇哦，一人牵了50个。现在10点半了，这个小火车可以坐啦，准备照一张。它是加水，然后。就会下去，好神奇。
好，逛够了，下去了。就这样就下去了。这个小火车车，进来了，坐进来了，开心吗？太短了，对吧？好吧，他的肯定要走下栈道，那我又只能去走下栈道了。我要去海边，哇，这里面有游戏厅哎。对比，哎呀，拉不动啊，走。真的，你们看。在里面冲浪的人简直是有勇气。真的是还挺漂亮的呢，超级多人，不愧是旅游胜地啊，而且好多摩托车，看里面全是人，然后这边餐厅在排队，是有多好吃。这边是 fish and chips 的发源地，所以我们现在要去吃 fish and chips。 他们在打虾吗？你看他们，哇塞，他们在这抓了好多螃蟹，我的天哪，哇哦，对，看的是不好吃的样子。他们在那边好像都在捞螃蟹，你看他们这儿钓螃蟹，我的天哪，真有趣。哇，那边好像全是虾龙蟹龙。哦，这也太多笼子了吧，哇，好有趣。他们都在这租这个笼子然后去钓吗？对啊，都是抓出来。对，都是 crab， 好小。对，这不好吃，跟它不松。对，确实好吃，没有大闸蟹好吃。我们到了这边的，就这家 Papa's Fish and Chips， 就在这个桥的对面，很近。这里真的，不错不错。大家记住啊，一定要提前预约，没有预约没办法吃，只能在这边就是外带，我们等着他们过来。快看，那个桥打开了，好像有船要过去，我去看一眼。哦，对，他就是开了这个桥，让那个船开过去。我们现在就在这个餐厅的门口等着，因为我们两个没有钱，要等着有钱的两个大佬过来给我们买。你一定要预约，没有预约就没有办法继续坐着吃，我们现在只能外带，买了在外面随便找个路上吃吧。这里真的很不错哎，我觉得惠特比盐烧好吃，盐烧好玩多了。对，这边好大，而且房子特别多，所以可以晃悠晃悠，人气儿比较足，很多人，真的是超级多人。盐烧没有什么人，推荐推荐哦。谢谢。看进来好多人在排，这是价格。它一个中份的 combo 是8.29。说搞个饮料。哦。哇塞，这个好大。哎，价格还是挺便宜的，两个 combo 只要15.6，15.56。等着它减，好慢啊。哦，我们的来了，来开吃了。No.
好酥脆，很好吃。好吃吗？没有位置，我们现在就蹲在这吃。小心来试试这个酱。我先溜个走吧，试试。不错哎。好了，现在我们吃饱喝足，准备逛这座城西了。你看这些东西，吸血鬼的。这个眼镜好神奇，给你买一个。飞行员眼镜。Goggles。上面写的啥？好啦，刚刚这位哥看懂了，他说《爱丽丝梦游仙境》的作者最开始是在这儿找到灵感写的这本书，然后这边还有很多个小说也是因为这里找到灵感写的，比如吸血鬼。那个风景好，这真的很美呢。我们看从那个底下穿了过去，我们现在要走到对面的那个教堂，看得到不？那个教堂，哎，这个。我们要从那个桥那儿过去，先原路返回。我们要从这个巷子走到码头去了。哇，有点陡，来看看这全景。来来来。我们又来到了，我这儿有那些什么糖果，看这一张，我以为是糖果，看你是糖果吗？小吃，嗯，很奇怪的小吃。Yes， fudge， 看着就是不好吃的样子。好多人哦，真的是好多人。原来五一不止我们那边很多人，这里也有好多人。天哪！我们现在要爬上这层，很多楼梯要去看教堂，吸血鬼教堂。走了走了，哇哦，爬到一半的这个景真的是绝了，太美了，洗眼睛。来看看这个景有多美，背后全是超级漂亮。天哪，非常非常推荐来惠特比奥。当美到脑壳发晕是什么样子的？就是这个景。啊，快要到了，看到十字架了，再往前走。这里好神奇，我们要穿过墓地。是哇塞了，你看这边全都是墓地，天哪！真的，穿过这个墓碑。全是全是，什么感觉？没啥感觉，会不怕？天气那么好，天气这么好，晚上来肯定很吓人。你看这些土，他们都是晚上要出来活动的。那还是有点恐怖的，还晚上要出来活动。真的，他不出来活动，为什么这么多苍蝇吗？对，就好多苍蝇，一路全是苍蝇。你看吧，那些土都翻动过。对对对，你看看看，也好恐怖。这苍蝇好多，超级多苍蝇，而且土很松，感觉白天可以来一下。对，白天可以来逛逛逛逛。好了，我们走进来了，
这就是那个吸血鬼发源地的那个教堂，它现在已经风化了，只剩残骸，但是看上去还是挺震撼的。这里面好像进去要买票，看多少钱？当当，我们拿到了讲解器，一会儿听听他讲什么。我们先开始啦。进来了，他说要扫一下。哇，进来了。来吧，我们的吸血鬼教堂之旅。哇，很帅，不是我说。来看看他们修建的这种方式，它这个石头是一个一个叠上去的，一坨一坨一坨的，啊，巧克力糖。你看他们以前修，拿泥巴给它封住，然后慢慢堆叠，就成这样了。就说绝不绝，转一圈，它已经残成这样了。过来一下就有个洞，我过来，这样。我们来看树苗。这天下就阴了，你看这个苏维尼尔，哭他干杯。这些书就是在这个教堂的灵感写的德古拉。这爷爷好帅，他们的巧克力都是这种棺材的，太牛逼了。Coffee卖完了。哦 ，sold out， 居然是。英国的家具店真的很好看。我们又到了一个新的地方，叫斯卡伯勒。哦，怎么一过来又看有墓地？然后我们现在要去一个城堡，在上边。好了，另一个海边城市，但是我觉得这里没有那个。哦，你看那个鸟飘在哪儿？哦，它在滑，就是很会旋停。它在滑翔，来飘。海鸥好多都会旋停的。慢慢爬，又是一个坡坡。今天我们已经走了10000步了。脚都麻了。哦，已经关门了，4点钟就关了。就是又是那种土的那种城堡，土城堡。哦，算了，开始堵下去了，要上去。哎，但是那边看起来就这样。野长城。就这样。来来来，他说的很好看的景有多好看？哇、哦！不用，我把围巾穿。哇，好冷呐、啊！我的天呐、啊，真的是我的天呐、啊！哦，又有好多发发。赵哥一定要去看那个酒店。哦，我们吃饭就是刚。赵哥，你要进去啊？我要往上面走，还直走呗。摩天轮在那儿。摩天轮在那儿。哇塞，这上面全是海鸥，就是草，因为它形状刚好是那样，然后它们就在那里面窝着。哇，这有一个小火车，最后半5:45。
哇，这边也差不多。但走着走着，我们又到另外一个海边了。还是依然的。Parsley, sage, rosemary, and thyme. 15 minutes. Remember me to. 来来来，两个人要独享这个摩天轮。好冷，它是露天的。可以。Tell her to make me a cup.这边还是对，我也觉得没有会特别好看。这边有个灯塔，我觉得这边有个白色的灯塔。坐完摩天轮了，什么感受？我不知道要转三圈，冷不冷？但上面很刺激，很刺激。来，我们说一说，岩烧、惠特比和 Scarborough， 你最喜欢哪个？我选惠特比。惠特比，如果要推荐来两个，哪两个？惠特比和 Scarborough， 对对，可以。然后可以吃那个 fish and chips， 不错，对，一定要吃 papas。我们现在要准备去吃饭了。这边好像这种巷子没有那个惠特比热闹，那惠特比真是人山人海，急死了。我们刚刚在街上就看见了这些旅游者，对他们说这里面有很多。蓝色的房子，还是这种类似于蓝色棚子。哎，好嘞，蓝色应该很适合夏天。对啊，好冷。 Scarborough 还是蛮大的那地方。Old Town 和 Town Center 跟大中华一样。我们应该现在在，哎，我们现在哪个地方？哦，这儿。 You are here， 我在 here。 哦，还不错哦。我感觉我们是不是走到他们的市中心了？对，有点像步行街。哇哦，这儿看上去不错呢。我们来这家吃，叫咖啡 fish。 哇，等着我，现在哇，长得还挺漂亮的这儿。哦，对啊，我们坐那儿吧，那个位置挺好的。还要休息一下。OK, thank you. 先休息一下。对，这家餐厅好可爱啊！我们来这儿吃生蚝，六个是16块钱，三个是10块钱。耶，我们这家餐厅真不错，是吧？还不错。觉得还是要吃一餐再发。先吃吃看，看好不好吃。好不好吃？对。我们的这个是海鲜汤是吧？它叫什么名字？挑着，压得我的勺子了。这个味道怎么样吧？快，很正宗，很正宗。Any oysters? Oh, thank you. Okay, enjoy. Thank you. The oyster. 太小了，这个 oyster。这样看，这样看看得出来。加点柠檬。哇，这柠檬好小一个。烧。配这个，就是烧的苹果，苹果，盐苹果丝。对。嗯。味道还可以。很新鲜，什么味儿？就是它的回甜没有我吃的其他那个回甜比较多，但是还是有回甜的。可以，还是可以的哦，不错哦。就是比较小，就是比较小，可能他们的品种就是这种比较小的。对，但是新鲜是新鲜。嗯，烧的怎么样？本来也不是为了吃饱，很好。我再加点这个，我觉得加那个有鱼味吗？多了，我上有鱼味吗？那加点海没有，我是就是海鲜味。它这也这是鱼白白 ，sea bass 和那个带子，然后这个是虾和什么东西啊？就旁边那个哦，虾鸡。哇，我觉得这个龙虾真的好小一个。还有表情有点焦，嗯，那味道煎的还蛮香的。你说的是什么？鸡。好了，好了，吃吧，拜拜。Are you going to Scarborough Fair? Parsley, sage, rosemary.